好，今日同大家讲下上身先。好多人练大只嗰时都会谂起练胸肌，但其实谂下背肌系上身嘅一半嚟嘅，都系好多人忽略嘅嘢。咁我想今日咧同大家讲下练背肌嘅动作。好，第一个动作 pull up 引体上升，好基本嘅动作，亦都系练上身，我觉得系走唔甩嘅动作嚟噶啦。一开始伸直只手先，将自己向上拉，去到最高嘅位 ，hold 到嘅话 hold 一 hold， 慢慢落翻嚟。如果拉上去有难度嘅朋友咧，可以试下就咁喺最高嗰个位 hold 住，咁你跳上又好，爬上去又好，睇下可以 hold 到几耐。好，第二个动作 lat pull down。主要咧系练背阔肌个阔度嘅，咁同 pull up 好相似啦。不过呢个力咧系向下拉落嚟。留意一样嘢就系你个 elbow 嘅姿势，唔好太过前或者太过后，最好就系个 elbow 啱啱拉到落去身体嘅隔离，支巴啱啱过个下巴 ，hold 到慢慢放翻上去。第三个动作 reverse cable fly 呢个咧就系练线条嘅主要，而唔系练 size 嘅，练背脊中间嗰条线啊。双手伸直合埋开始，然后两只手打横向开拉 ，hold 到嘅话尽量 hold， 尽量将只手伸直，慢慢放翻埋嚟。主要三个动作都有一个共通点嘅，就系你个企嗰个姿势个问题啊。咁主要你都听过啦，一定系挺胸收腹噶啦。咁我想你大家谂多一样嘢，就系将个膊尽量揿低，同埋谂住系手踭大嘅，而唔系只手去大嘅。咁因为咧背肌咧都系比较大块嘅肌肉，亦都需要多角度嘅训练嘅。咁下一 part 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唔同嘅角度啦。